中国公益记录者在线河北市公益记录者梁世明8月19号固安县卫计局联合廊坊市中心血站临城吴强县写公益团队在临城温泉小镇商贸街西侧举办团体彩血活动。公益记录者因固安县天子脚下协会会长赵继强邀请参加，用镜头记录了吴强县写者的瞬间。中国公益记录者在线副主编梁世明与廊坊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及有三固安县天子脚下公益记录者协会会长赵继强交流。